球馆对我打了呀。舔狗帮。我的喵咋响了？那个游戏回来了。7月29日晚上9点 ，CSGO 幻险突骑实况台即将上映。陈国涛振作点行不行？现在谁都看得出来你很怯战，你知道吗？打两组你连伤害200都没有，金牌脑冲仔上去就可能都比你高。植物人枪法打两组拼枪你至少有300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今天被众人怀疑我拼帮你说话，超越人人是台湾人就硬起来打，别在那边怕干三下。所以他是怎样？为什么人家说他这几天打得很菜，是不是？感觉还好啊，蛮杀的啊，这一整队也不错啦。这个他们三个人打起来就等于像三个顶烈在打 rank 一样，凑起来而已，又没有练习过，打得基本上是不错啊。冠贤，我要去补习了，可以跟我说加油吗？干，你小学生哦，补习耶，加油，还可以了啦。如果能打进决赛，那是更好了。Hello, 就是至少打进决赛这样子，哇，美满了。Hello, 不一定要说什么前十名、前五名什么小的，能打进决赛这样是更好。可惜了一点，但也不错啊。毕竟台湾人也不是天天在打世界赛的，台湾人也没几次线下赛可以打，难免紧张啊。教练，我明天要考分科，考什么天主帮我加油吗？加油，祝你考过啊！豹哥抽到黑色喷漆，主办单位在搞。陈时中要选台北市长有什么看法？选不到啊！我跟你讲，台北市长。这是民众党没推个屌的人出来选，我觉得应该是蒋万安呢。蒋万安那么猛哦，他说要演习就演习哦，好扯哦，他什么咖啊？干你啊！蔡英文都要叫他大哥是不是？那我下一次台北市长我要选蒋万安，太牛逼了！他说演习就演习耶，上一次妈小柯柯就跟蒋跟那个谁丁守中才差几千票，还几百票，还验票哎，这次选不上了、啊。民进党他妈的看不清自己烂，要被人家躺着选喽。民进党这是被看破手脚了，至少这是偏蓝的地方绿是不可能上的了，要假赛啦！蔡英文自作孽啊！还有始终817相挺，我觉得817现在可能剩下417而已啊，400万直接不见了。那有那么多白痴啊？台湾有那么多白痴，台湾直接沉下去好啊，受不了。干，枪没掉下来。现在绿色爆烂，蓝色放对，还能投谁？我是想看看民众党阿柯的党好不好、啊？但感觉没有好到哪里去哎、欸。换人做做看啦、啊，看看没有除了蓝绿以外的选择，看看阿柯会不会让我们失望。不然除了蓝绿还能选谁？魔兽世界非常好玩。那反正一堆人直接说，不然你要选国民党？难道你要选蓝色？没其他可以选，满地都屎，跳都不臭的。那也没办法，看起来是这样是没错。你讲的也没办法，也无可反驳。投谁都不来投共好了。你的球馆对我打了呀。笑山发，
被我一个甩头哎、欸！看你打那么烂，还跟人家叫 AK， 不要脸！做的那么烂，还要跟人家要那个执政的权利？你没劲打。今年选举好精彩，政党轮替的环节到了，是时候换人做做看了。嘿嘿，这四年你过得好吗？再四年，你受得了吗？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。给蔡英文一个，这不已经不是四不四年的问题了，是这八年你过得好吗？干，讲真的，要换你也不知道找谁来换，靠背啊！妈，每次趁人家讲话的时候走出来，来 push， 来 push， 来 push， 干，我要装包。怎么看2024很难看呐、啊，我就跟你讲，你要选。你想换又没得换，你妈国民党、民进党都很烂，你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可以换？我也不知道什么，我也不知道2024要怎么办，看着办，反正谁来当都一样，我们都是要上班的人，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，就看谁来当便当会比较便宜一点而已。工作要晒到太阳 ，Of course， 晒太阳补充我们维他命 D， 让我们不会骨质疏松。请不要为了民进党这个垃圾党吵架，请不要为了民进党这种垃圾人吵架，真的、啊、不值得啊！我们是上网来交朋友的，不要啊！生活已经被民进党搞得很苦了，没有必要再为了民进党吵架。都没人打 A 龙，我不去 A 龙送头啊！妈的，我要去这个 X。哦，有人要跟我打 ，OK OK，I trust you， 不要再丢下我、啊。干你娘嘛！真衰啊！他遮着脸走出来，把我一发了，操！哇！不然来做个，不然来做个小小，这里应该蛮多北，应该是北部人才有电脑啦。北部人，你们要投蒋万安还是要投史中博？还是你们要投民众党推的人？谁都不投 ，OK？ 投共。What the fuck？ 为什么都没人要看下？干你鸟！那么我带包哎、欸，都不用保护一下带包的人哦、喔。头城时钟加一蒋万安加二黄珊珊加三，我统计一下人数。好难哦、喔，个人是偏民众党啊。换人做看看啦，谁还没做过就给谁做看看。操你妈，拖呀！左下没做过，现任就是民众党。没有，我说总统、啊，选市长又没有用。你看柯文哲选中市长还不是被中央左挡右挡的，选谁都一样。被那个光头仔一直乱搞，在那叫什么？在那叫什么？在那叫什么？啊！你就真的光头没？不能叫一下，妈的！这样他都灌得到，干你娘嘞！什么时候选举啊？九月、十月？台湾有哪个市长是做得很好的？有啊，我感觉澎湖不错啊，金门也不错啊，妈祖感觉不错、啊。什么感觉没什么意义呢、啊？啊，无啊，这我拄则有甲你讲，讲这爱检视，因为这内底有意义。绿岛应该也不错吧？不对，绿岛好像是台东的。